村庄欸，村庄的我拿掉了，只有一开始一直在那边推东西的那个村庄，我拿掉了。努米说他那边拿了。矿坑 ，TNT 的矿坑，一堆肌肉，这下面有一堆肌肉，真的太可疑了。所以我们把肌肉拿过去。有蜡烛吗？对。而且蜡烛那边，它是压力板，木质压力板。木质压力板就是可以放上东西，所以它献祭全部的肌肉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。有，我看到你在献祭了。对，来献祭肌肉交给我。好，我继续找那个 TNT 矿坑。哎，对，它这样有压吗？有，还有压住。好。我们就把肌肉全部献祭过去。喂，昆凌，我在哪？这也是很麻烦呢，他一放你还可能就吸到别的，总觉得怪怪的呢。废，哇，我直接找到废矿，那个应该不是。哎，不是你，是村庄。我说用亮啊，蜡烛就都暗的啊，我也都暗啊，它没有亮啊，不会亮亮的。对啊，黄昏。哎，有人说因为粒子关系，好，那我调一下，顺便尿尿。好。我继续寻找我们的矿，太多废矿了。然后找到这个东西，在哪里？在干嘛？哦，我找到了！我的天，哎，这太哈扣了吧！这超级哈扣哎！这怎么可能找得到？我找到了哎！这超级哈扣！等我等老师回来，因为我觉得他是最后一个。这真的是，狐狸觉得浮生很难的地方。这地方，除非是一开始的那个绿宝不拿，不然根本是个找不到的，找不到的美国。爬下去再爬上来，废话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怎么了？你有找到什么？我找到美国了，它在那个废矿的深处啊！好，拿起它吧。来，一个跳跳风，喂喂喂，有了，有了！接下来最后就剩这个蜡烛。对，好诶，我先背起来那个。哦，我把粒子效果调高，之前是关掉了。哦，所以你现在看得到了，看得到了，真的有火哦！哇，来找找，哎，真的有哎，开启了，就是点亮的去踩它的压力板。那之前我们有曾经有踩，
可是因为不是同时，我们之前没有放上那个鸡肉。哦，我们只有一放一颗鸡肉。对，因为你看它右边这两个鸡肉就可以放啦，因为它这够远就不会拿到，不然你正常有没有？你要的话，它就会一直自动拿到，这你也没有办法。对，那你就是右边两个放，然后这边左边两个直接去踩就可以了。所以我想到鸡肉的方式也是对，对，它、啊、只是就差这一个，哎，把粒子效果要打开来，就看到那个火焰。难怪要给我们这么多的鸡肉。35颗钻，努米，全部都拿到了，全都投啦，还差几颗？还差不知道，不对，一颗。对呀、啊，全个头啊！我们怎样上去？我倒啊！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跑跑跑跑上去！哎，好远好远！底下还没有让人倒的地方。下面是肌肉堆吧？嗯。你要去哪里？上去啊！不然你要去哪里？这的洞不是比较高？啊，我喜欢跑酷啊！你不要推我，不要，我先上来啊，气死！来，第一座岛，9颗钻石都获得，臭羊驼，很胖。你要是看我们。第二座岛，我们也是完成的哦，大家有获得那个7个蜂蜜瓶。我哦，对，这是7个，刚刚是美国。对。蜂蜜，然后换到最后一座岛了。没有，就第三座啊，第四座才是最后。这里我们就直接走地狱门到第三座岛。喂，居然没有人迎接你吗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露米！我跑了，我跑了，等下又会有人迎接我。来，拿这个铁。拿这个铁。把你的罗盘丢掉，换这个铁，我们一直都还没有用到。对啊，到底还是他真的就只有就一没有啊？这座岛还有一个东西啊，我们最上面那里有看到2个，一个是烽火台，一个是说要收集钻石的机关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上去，好吧？第四座岛我们也全收集了，就差这一座岛，所以上去吧，看看那个到底在哪里。跑山的那边，不晓得哪一座山，跑就对了。那好像就走那一座山。哎，又看到团团了。跑。遇到团团。跑。跑起来。要冲啊！看到山边了吗？哇，好高好高！我居然反而走到上一个地狱门。居然是上个。我这个狐狸跑到最高。狐狸路痴呢？这就是坑狐狸呀、啊，你忘了吗？真的很坑狐狸耶、欸！啊，应该在这里。我有感觉。那边是神树，但是我们要去的应该是这座山。对，是应该在山顶那附近的。没错。有，我到了。25颗钻哦，那我们真的是可以开门。你说帮鹦鹉 QQ 巧都忘了啊，帮巧 QQ 你都忘了看 VOD。我已经救他救了这么久了，哎，对啊，哎，可惜可惜，我难得今天这么早。哎呦，露米到了是不是？没错。等一下哦，这个是25，哎，这附近不是有那个吗？烽火台。对，烽火台在前面这边吧，白白亮亮的。烽火台，烽火台，这个，来，我们交换，你给我那个铁。有，给你。铁，有人说这个应该是用铁去给他，啊，
真的哎，铁铁最后上面它那个就是它铁，然后就去把它点亮。有看到了，九颗九十八二七三六四座岛都有了。那最后的最后不就是这里了吗？收集，他说收集25颗，拜托我们36，卢敏3、2、1，跳下去！哇，哇，这什么鬼地方？等一下，我们怎么到一个新的区？还有鸡耶？没有啊，那里有像坐着的，我们晚一点去看哦。这里有个压力板，看看四个地方各自有什么。左边有一个人呢、欸。对，我觉得这里应该那个压力板有可能是出去，毕竟他收集25颗就可以进来，那代表还没全破，但我们是全收集了，可以跟他对话。他听过我们 Little Fuzzy 哦，欸，他要杀掉，他干嘛杀每一个这里的生物吗？不会吧，我们人那么好耶、欸、他要杀掉我们，什么什么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来完整的翻译。这里遇到了 Steven， 我听过你啊小狐狸，是这样子吗？我已经与每一个暴徒战斗并 kill 他们，但我还没有猎杀过任何一只狐狸。你为什么要和我打？这就是这样，我要打爆一切。你不能破例吗？不，我会准备很好的，让你准备好跟我说话，我们就来决胜负。呼怕呼！哎 ，Steven， 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人呢？他会顺的，他会顺。我没有看到他人，我没看到他人。有，他就跑来跑去，不是他怎么可以在那里？对啊，为什么他在那？打不到你啊，哥哥，过来啊！有本事你过来，有本事你过来啊！过来啊，过来啊！喂，哎呦！他拿剑，他打你，我咬他，我咬他屁股。你有没有看过狐狸在咬人家屁股？我吃他屁股。哎，他复活，这是他最后一命了。不死图腾只能用一次啊 ，Steven！ 为什么他又复活了？为什么有这么多命？不可以 ！No！ 哎，你，你活着，我活着，我没事。你倒在哪里？我在那个他的上门口。在门口？你进不去了。喂，我带个烤鸡跟他对决，咬，不行了，他一直复活啊！哎呦 ，TNT 爆炸！我可以 TP 你下去吗？感觉不太行，我这边吃烤鸡。喂，哎，这烤鸡怎么吃不了？喂，哎呦，吃掉它！我要倒了！卢米，救命！完了，我要过去找你吗？换我逃跑，还有那个压力板可以逃跑。压力板有雪球，所以用雪球打他。可是他没什么控血。我下来了。快！那你拿。我拿了。他不会要他。这明明就可以重复掉下来。我刚刚直接被卡住，他不让我下来。可能我太胖了。你太胖了。我那雪球砸他没有用啊！哎，等一下，那个上面有那个可以瞄准的那个东西，哪里在哪里？我没看到。最上面那个点点点花的花藤。哦，有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打那个，它会掉下来，那个钟乳石柱会下来。有，我打到一个。可是哦，所以要等，对，等他过去的时候，所以我们要先。请他过去。你要不要过去一下？过去一下，哥哥。别射我了，哥哥。我一直跟他屁股咬他，他现在好像蛮喜欢你。哦，他是不是要过去了？哦，那我知道你把他咬，我们把他咬残血。好。然后等他过去。
他刚刚好像我倒了，他就过去了。我倒一下看看。等等等，我倒一下。我刚刚重新跳下来，他就。我屁股后面好多狼。那上面又坏掉了、欸。对啊。我刚刚看他是好的哦，所以可能是因为他两个人倒，他就过去了。呦，他在那，他在那。我现在很多狼，很多狼。啊！我差一点中，我差一点中，差真的差一点。别管那些狼了，丢他，他又来中间了啦。